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婷，好久不见。然后今天是周末，胖婷，跟朋友他们要去干一件大事，干什么呢？吃烧烤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胖婷的老本儿都带上了，我的锅。本来哈，我们是打算就说去外面吃嘛，但是外面吃呢又费钱是吧？然后又吃不饱，所以胖婷们打算，自己。做，然后用胖婷的多功能锅，扶墙进，扶墙出，准备出发吧。又来到菜市场啦，我们去搞点鸡胗。老板，这个鸡胗怎么卖呀？他说价格一样，然后胖婷都要几个吧。这些食材也不知道够不够啊。现在去买烧烤调料。王守义说十三香。十三香什么时候也搞这个？笑死我了！王守义也搞这个了吗？看来形势所迫呀。这有点夸张啊，这么大一桶，我的妈呀！辣眼睛吗？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搞笑的场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罗辑在切洋葱。戴着墨镜，哎呀，不行，太辣了，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开始流眼泪了，我先躲开，笑死。因为它那个洋葱水好多呀。我们这厨房脏不？罗婷要做油泼辣子了，啊，非常的陕西啊，够了吧这个热度？这里油够了。这下面不是辣椒。这种新鲜的鸭胗要好吃一点。罗琦，你要拍出我贤惠的样子，看一下这个做作的女人。我们要学一下网上的那个嘛，人家揉面是这样。对。然后我切鸡胗，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呢？来，我拉个侧写。不行，我饿死了。你别把手切了。对，我应该。娇柔做作一点，你这是狂躁症犯了。我们要打一下擦边球，知道吧？这样才有播放力，粉丝们才会看，知道吧？粉丝们站起来，不要做一个温柔的那种博主，不要做一个平平无奇的人。来，扭起来。看这个肉，这么一点30多块钱，胖婷上次买那么多才十几块钱，感觉被坑了。这个黑色的是保鲜膜，不能吃。料酒。花猫养育是吗？结婚老婆打你吧。就听你俩在这做饭跟说笑声。好大一个午餐肉。烤香菇吗？五花肉。这个香菇烤的好吃吗？是蘑菇。这烤的好吃啊，撒一点孜然。我觉得他做椒盐蘑菇好像也是。鸡胸肉，鸡胸肉和鱼豆腐，这还有肠，还有这个牛肉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啊，我们的主厨，罗琴同学掌厨。让我把墨镜戴上。妈呀，口水都流下来了。我回想的是小巧话，雨一直下，心在眼下，可能你这个体验不错呀。这边很美哦，他们在拍照。这个是不是沙子啊？试一下。等等我呀，你们腿那么长。